觉得恐怖情人都是天蝎座，好恐怖，就是一开始对你超级超级要好，但是到了三四个月之后，他开始慢慢展露一点本性。快一年的时候，我真的受不了，我就在他去上班的时候逃走，我逃回台北之后，他就开始一直就是很可怜跟我说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，然后我就说对不起，我真的没办法，然后他又开始说我一定让你很惨，就跟我那个一样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小姐不惜地。